2021中天乘风破浪，观看次数翻倍成长。中天关台后至今一年，总观看次数达24亿次，转型后获得更多观众认可。其中新闻类内容最高单日观看次数更突破1200万次，创下新高纪录。中天观众具高粘性和高沉浸感。SimilarWeb 在2020年12月公布的台湾数据，使用者每次到访 YouTube 的停留时间为23分23秒。中天在 YouTube 的24小时新闻直播，每位观众平均每次观看时间长达近30分钟。中天在 YouTube 触及更广大的群众。根据了财团法人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发布的2020年台湾网络报告，台湾12岁以上的整体上网人数为1778万人。中天频道家族平均一个月不重复的观看人数就超过1500万人。今年5、6、7月不重复的观看人数更超过了1800万人。中天影片最受观众喜欢。统计2020年11月到2021年10月这一年中，新闻与政治类频道每月获得最多喜欢的 Top 10影片，中天就占了91%。其中正常发挥影片更占了59%，在所有频道当中拿到第一名。转型到网络后的中天，仍专注做好新闻内容，获得广大网友肯定。有中天，有真相，重大事件看中天。